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。说到陈妍希，相信大家都是认识的吧？当初出完电影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，真的相当的清纯，让人惊艳。特别是90后这一代，不知道是多少人心目中的女神。但是后来翻拍经典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，被大家吐槽是小笼包，这反差真的是太大了。如今的她已经和陈晓结婚生子了，拥有了幸福的家庭。我们去看看现在的陈妍希吧。现在的陈妍希和以前相比多了几分女人味，俨然一副小女人模样。看来陈晓真的是很宠她，一看就是在宠爱中生活的女人。这次拍写真的她，穿着一身黑色带有草莓图案的连衣裙，这样的清束风穿搭显得她既成熟又带有几分性感的韵味。不得不说，陈妍希的五官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的。第一眼看上去不是非常的惊艳，但是却是越看越好看的，有一种让人特别容易心动的感觉。眉眼间透露出一种东方女人独特的温婉气质，加上妆容的加持，更是显得好看极了。陈妍希也不胖，可能是距离造型的原因，使她看上去非常的胖。陈妍希不仅不胖，而且身材还非常的匀称，还有肉的地方有肉，该瘦的地方又瘦。这不好，这次是真的太性感撩人了。这裙子又是紧身的设计，将她的好身材完美的展示出来，为阴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的别有一番风味。还有这侧脸也是相当的好看啊，有没有？36岁陈妍希不负众望，一袭草莓亮片裙美成初恋，陈晓真没白疼。虽然陈妍希已经36岁了，但是她的一张初恋脸真的是非常的加分的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20出头的少女一般。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结了婚还生过孩子的女人，看来陈晓平时是真的非常宠陈妍希啊，而且也没白疼。陈妍希还是一如既往的年轻漂亮，陈妍希一直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的好接近，很轻活的感觉。当她穿上一件蓝白拼接的衬衣裙后，校园女神的样子立马呈现出来，清纯又美丽，高高扎起来的马尾呈现出青春有活力的感觉，也使巴掌小脸完美的显示出来，脚踩一双高跟鞋，增添了几分女人味。陈妍希穿上一件银色的连体衣，外搭一件灰色西装外套，立马就有一种女强人的气质，而且陈妍希的笑容也太有感染力了吧，显得十分的知性优雅，耳朵上的耳饰和衣服刚好配套，整体看起来简单大方，阔腿裤下藏着一双高跟鞋，衬托出大长腿，令人十分的羡慕。这张照片中的陈妍希有一种80-90年代的港星的感觉，在暖橘色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的别有一番风味，穿着一条复古感十足的连衣裙，修饰出修长的身材，再搭配一双黑色的靴子，这样的穿搭真的是十分的复古好看。自然的黑长直发衬托出精致的五官，整体都好看极了。出席活动的陈妍希穿得十分的干练十足，一件白色的西装外套内搭黑色连衣裙，整体搭配简单干净，头发绑成高马尾，还绑了小辫子，又增添了几分俏皮的感觉。对于本期视频内容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，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。本期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